玉树小苗这样养，天天冒新芽，枝繁叶茂，小苗呀变小树。玉树呢，我们都不陌生，它有一个粗壮的这个主干。那么我们小苗如何让它呢长得旺、长得壮呢？长成一个小树呢？那么我们在这个养护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这几点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长到一定高度，一定要去给它打顶修剪，这样呢它才能够长得更旺盛，让它的主干呢变硬、变木质化。再一个呢，就是，浇水。浇水的话，土壤干了再去给它浇透就可以了。它的这个叶片本身是有储水能力的，土壤干下去2、3厘米，再去给它浇水就可以了。再一个就是施肥，想让它生长得快，一定要去给它施肥。施肥的话，我们施复合肥就可以，半个月去给它施一次。这样呢，它才能够长得更加的旺盛。只要说修剪养护跟得上的话，它就能够长得非常的旺盛，这个主干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粗壮。